两条鱼14.6，辣白菜多少钱呢？辣白菜装好盒了，10块的。我要咸的，咸的有字儿的。大家好，大军，晚上辣白菜炖鳕鱼，这道菜可硬啊，嘎嘎下饭。哎呀，爸的大姑娘啊，啊，给你，接着吧，去给妈妈去吧，去，给爸来，爸给你掰，给我，哎呀，那个不要了，姑娘，小鸡鸡，这啥呀？辣白菜。辣白菜还挺正宗的啊，葱姜，给它炒出香味儿。少许陈醋，生抽，一品鲜。加入清水，少许盐啊，因为都是咸的，咱少加点就行，提提味儿。白糖，开锅来一勺辣椒面，辣点的。掰这两个土豆啊，把土豆黏糊这个汤。这小姑娘又叫妈妈了是吧？姑娘，你叫上爸爸。看到韭馅没，哥们们？细腻不？看这花，尝尝吧，什么样的？尝尝。不辣是吧？嗯。嗯。香正好。蒜瓣肉非常非常嫩。啊。嗯，什么？啊，讲干啥？你们姑娘拜拜了。能看到挂杯程度不，哥们儿？像小糖浆似的，看见没？稍稍有点焦糊味儿，这种感觉真好。配上小熏汁，那叫一个地道。
两条鱼14块钱，榨菜不是榨菜，辣白菜4块，哎，这一块菜18，合适不，哥们儿？这个酒是茅台酒厂，老厂长李庆发的儿子李长寿酿造的啊。现在这个李长寿呢，还是这个茅台的特级酿酒师，非常厉害。爷俩都是茅台酒的高层啊。这个酒你想想能差吗？非常好。我姑娘，哎，全吐了。哎呀，那你就别给了，让玩止咳得了。你这一杯无奶给干饱了。你玩吧，去玩去吧。你去喝腿吧，对吧？他家这味儿是行哈，还不贵。嗯，咱楼下贵，都是一个那个一个地方酒的货。你这头让他妈给捡的，姑娘。哎呀！啊！这个酒啊，没有什么杂味儿，酱香味儿比较突出。你品一品，巴拉巴拉，稍微有点回甘，非常耐品啊，非常耐品。嗯，明天包酸菜馅儿啊。你先把这打了再说吧。吃不了冻了。这辣白菜挺好吃，倒着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来哥们儿，你也来一口啊！你也来一口啊！哎，纯粮酿造不上头。姑娘，拜拜。姑娘。拜拜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一个鸡一个鱼，这小生活是不是挺好？